房车。拿到包裹了，这个是咱们买的那个手机支架，直播的时候那个手机支架坏了，就是上次龙卷风刮坏了。look 我们的失败杆，这边冰火两重天，吹的风特别凉爽，晒的太阳特别辣，火辣辣的。看那个灯亮吗？三个灯，哎呦，黄光，哦，这是最亮了，哦，黄光要亮点，白光没那么亮。对吧，然后外面风太大了，旁边就是厕所，旁边就是厕所，我刚接了一桶水。现在呢，往那个车里边再那个加点水进去，每天加一桶的话，我们基本上这个用水就无忧了。先出去找个地方吃东西，幼龙不想吃肉，左吃过了，我就一个人去吃吧。啊，找到一家盖浇饭店，吃盖浇饭吧，好久没吃米饭了，对吧？老板要一个回锅肉盖浇饭吧。啊，今天的中午饭，回锅牛肉加一碗米饭，开吃。第二碗米饭了，太好吃了。老板是四川人，炒得很地道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哦，爽！这个米饭是正子饭，很好吃。这个菜是，用川菜的炒法炒的。哎，打完收工。风大的呀，把电动车都刮倒了。吃完饭回到房车，开个水果罐头吃。哎，爽！嗯，橘子罐头真好吃，甜啊！肉肉快来吃，来吧，肉肉。把第一个作业做完了，现在呢，我们也就只能是待在房车里边，不能乱窜，不能去人多的地方。吃个东西没问题，但是不能去什么超市啊之类的地方。那边有卖，哇，这边这个风真的是大，好大。那边有卖西瓜的，要不去买个西瓜吃吧。觉得在这边啊，这个天气很奇怪啊，风特别大，不停的吹，没有停过。然后呢，气温还特别高。你看我们这个房车现在的温度是30度，30度。然后呢，坐在这其实对堂风吹的呢还好，并不热，但是就是风大，你不能够把那个窗子关上，把窗子关上的话，这个房车里边就得热死。天窗还不敢开，因为风太大了，怕把那个天窗给周翻了，所以说只能这样。好，现在我冒着大风出去买西瓜吧，希望不会被吹飞了。还好离我们这个停车的地方比较近。这边西瓜怎么卖？8毛。哪儿的瓜？
八九的。挑一个吧。来看看多少？十千克。七块九毛几。八块钱是吧？啊，八块钱。嗯，多重？嗯，九千。九公斤，九百六。啊？快十公斤了。啊，快十公斤了。啊。哦。九公斤，九百六十。这个西瓜，刚刚在外边啊，因为比较风比较大，所以说我就拿回来说，这么大的西瓜二十斤。然后八毛钱啊，八块钱，八毛钱，八块钱，八毛钱一公斤啊，四毛钱一斤，大西瓜，给它刨两半。我们准备打个西瓜汁喝吧，有那个榨汁机，给它刨开，我一半，月龙一半。哎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看看这个瓜到底如何。哇，一刀切下去直接炸裂啊！我这挑瓜技术也没谁了吧？嗯，我这挑瓜技术还好，嘿嘿，比较白啊，感觉，但甜应该是甜的，然后皮很薄。杯子好久没洗了，得好好的洗一洗。打个西瓜汁。把这事儿都忘了啊！我们还有这个东西，对吧？来，把最中间最甜的给放进去。月龙送给浪浪两个蛋挞，蛋挞公主，我还以为是给人吃的，结果是给浪浪吃的。哎，好吧，先放着，先把我的西瓜汁给打喽。来，煮你。没有水就不好打。得放点水。刚刚是阿挺来电话了，他又想我们了，询问了一下我们走到哪儿了，让我们慢一点走。好，我就继续打西瓜汁。刚刚那些西瓜汁没有加一滴水，全打成这个样子了，很难打。没有加水的西瓜汁是特别难打的，很多打西瓜汁啊，就是要加水去打，但加水去打呢，就会冲淡那个西瓜的味道，就不好吃了。这个西瓜汁是最原汁原味的西瓜汁，特别的爽。我要打满满的一大杯，刚刚是快满了的西瓜，才打的半杯西瓜汁。哦，在新疆这边现在又到了这种吃西瓜的季节了，八毛钱一公斤，太爽了，天天可以天天拿西瓜来当饭吃。只要打到了这个，打了第一波西瓜汁了之后啊，就很好打了这个西瓜汁。OK， 哇，满满一大杯纯纯的西瓜汁，来一口。哇，甜，太成功啦，好好喝呀。这比吃西瓜爽多啦。嗯，什么叫无限续杯？这个就叫无限续杯了。把没有喝完的西瓜汁再加上
西瓜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迅速的得到一杯西瓜汁。来，干杯！嗯，好好喝哟。